小林宫芭蕾舞团近日将上演该团的保留剧目《日本民间芭蕾舞剧《丑女人与丑八怪》》。在主要演员的名单中，只有一名外国人，陈凤锦。在日本，很少有人知道凤锦的真实年龄。这个活跃在日本舞台上的中国演员，今年已经47岁。凤锦从小接受专业的芭蕾舞训练，在国内时是总政歌舞团的主要演员，有过10年军旅生涯。日本的芭蕾舞团都是私人经营的，优秀的舞蹈演员可以受邀在多家芭蕾舞团演出。这种特殊的体制使得演员们有机会接触各种不同风格的角色。来日本15年，凤锦已经主演过所有的传统芭蕾舞剧，这是在国内时无法想象的。我就认为我来到日本可以让我的舞蹈寿命延长了10年，可以说10年。要在中国的话，我可能10年以前就不干了。现在就是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延长了10年。这10年是我一生当中都没有想到的，都不敢想象到的。这10年当中，我演出了这么多的角色，我特别特别知足。好像偷来的是吧？特别知足，特别满足。对于舞蹈演员最大的幸福就是这些。收入主要靠出场费，没有演出就意味着没有收入。来日本的最初几年，由于语言不好，无法和其他演员交流合作，凤锦一直没有机会上台表演，生活也曾十分艰难。日本的这个社会和这个芭蕾舞界和中国完全两回事，两个不同的国家，两个不同的性质。在那个年代里，你要去打工挣钱要养活自己，那么你还要用很多的时间来练习。一个芭蕾舞演员，首先一点，你必须要每天要练习，要恢复它。那么你要想生存的话，你要至少需要钱。那你要去打工的话，就没有时间来练习。你当时怎么样去调节的？所以我那时候在刚来的时候，我就一星期来过3次呀、是吧？3次啊，2次啊，来练习，利用那个打工机余的时间来练习。那其余的时间去打工，因为要生存的。因为这个专业它需要钱，练习要需要钱，买鞋要需要钱，这双鞋要日元2000块。能穿多久？这双鞋要是天天要是坚持练功的话，可能有2个月就买，最多2个月吧，最多2个月就完了，还不能加排练。你像这种地板很好还行，如果地板不好的话，很废的这些。对于我们刚来是2000块钱是很难的，我们喝一杯酒都很难。就花那100块钱喝一杯酒都不舍得啊！一想一双鞋2000块。为了维持生活，他做过俄罗斯糕点，在建筑工地安装过电线，也在加油站当过小工。你看在这里边站着吧，他都有站相坐相，他特别讲的工作当中啊，必须要特别要严肃。另外来了车的话，你得要特别热情。就是说服务要好，这种 service 有做得好的话，客人才能来得多，那么才能够盈利。那么旁边也有一家就是这个加油站，那大家互相要竞争的嘛，所以那个来了车以后要特别满腔热情的去要招呼人家，还得要特别有礼貌，比如说像一来了车以后，站在那车来的方向的以后，马上就对着那车，还得要看着那车，还得要鞠躬，还得要伸手，就这种感觉。いらっしゃいませ，你知道吗？
现在凤锦已经融入了日本芭蕾舞界的主流阶层，每场表演的出场费都在20万以上，再也不用为面包担忧，但当初的窘迫依然刻骨铭心。想起来当时那种情况，真是前面是黑的，来到日本突然间就是一下掉了深渊一样，语言各方面全都不清楚，而且日本工作也好生活也好一切都是未知数，那么往前看是一片漆黑，没有光明，明天有没有生活费不知道，明天交得起交不起房租不知道，非常非常艰苦，真是。我们当时有几个人在一起住的时候讲过一句话，也是很开心的一句话，他说我们这不叫出国，叫洋插队。在国内受过的正规训练为凤锦在日本的舞蹈生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不仅以演员的身份获得了认同，还是一名很受欢迎的芭蕾舞老师。在日本舞台上的中国演员凤毛麟角，凤锦希望以自己的努力为同行们在日本芭蕾舞界赢得好的声誉。你比如说我这次演的这个欧钢与小豆蔻，就是他们作为一个中国人来演日本的这种角色，那一般来讲日本的这些风俗习惯都不是很懂，那么你怎么样能够把它刻画的能够让日本观众看了比日本人要演的还好，这就是达到我自己的理想和目的。刚来日本的时候也有一些个比较压抑的东西，比如说在团里练习，当然当时语言不好哈，也不知道沟通，也不知道人家在说什么，总感觉好像别人对我们中国人有一种不是很友好的一种那种感觉，有一种压抑感。就在这种压抑感的背后，就是促使我一定在塑造角色上，在上台上要一定要展现一个中国人的一个舞蹈演员的一个形象，一个实力。确实是我只能在舞台上，我不是做生意，也不是说什么政治家，我只能是搞我的专业舞蹈，那我的战场也只能是在舞台上。我只需要就是说这个在这舞台上用我自己，我虽然就一个人，我也希望我用一个人中国人的形象展现在舞台上，不管是在做人也好，在艺术上也好，都能给一个日本人和日本这个国家和日本的这些朋友给他们一个好的中国人的印象。明天就要公演了，为了保证演出质量，凤锦抓紧最后的时间来到他熟悉的中国诊所疗伤。这肌肉非常的硬啊，嗯，整个前面都是，我自己啊都拉不开的感觉，像橡皮似的。是你这也没有弹性，就像老化的胶皮。对，说句不好听的话，像死鸭子肉一样。哎呦，那完了，办手术加好价钱。活动时一定要注意，要循序渐进，不要突然的活动。明天因为演出嘛，运动量不大也不行啊。演出是重要的，对，身体也重要啊。你这比较严重的，将来如果搞得不好的话，你会永远离开舞台哟。这怎么样？对对对，就这些地方，嗯。这些地方啊。嗯。那好，那今天我还在给你做的针灸和拔罐，再加按摩，好吗？好的，谢谢谢谢，嗯。麻烦你。好，稍等一下啊。
近几年伤病一直是凤景最大的烦恼，他的腿部肌肉曾经撕裂过三次，并且一直没有彻底痊愈。频繁的演出加上年龄越来越大，他的身体早已超负荷运转。有感觉吗？没有。感觉了，我也很担心，其实我也怕我的将来腰啊膝盖啊有问题，可是有时候有一种职业瘾呀，停不下来，停不下来，一到排练场啊，那人就上了瘾一样，要给一个角色的话感觉到好像挺幸福的啊，挺幸福的。然后一到这儿来就觉得痛苦，很痛苦了。对，他们就像我们当大夫，拿起个刀之后什么都忘掉了。对，一上台什么都忘了，感觉特别挺幸福的。一到扎针的时候，疼的就叫。做完治疗之后，那个快感是很舒服的。那明天就要演出。对，所以今天我怎么也。想让这刘医生帮我把这个腿再扎几针，这样对我明天上台更增加一些信心。当然痛苦，当然就是不扎针也得要上台，就是一个职业演员，你要到台上的话，你有伤有痛苦，你也不能展现在舞台上，也不能留给观众，观众是不知道你有什么伤的。所以这样一扎一做的话呢，明天我就有一种安心感和一种这种自信，放开的跳，能够更好的更加的这状态能发挥出来，这样对一些来看演出的朋友啊放啊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回答吧。公演的日子终于到了，凤景一早赶到剧场熟悉场地，即便在以勤奋出名的日本人眼里，他依然是个值得钦佩的努力的中国人。当年在国内的同学和战友早都已经离开了舞台，而凤景却依然十分迷恋。由于腿伤，凤景越来越珍惜每一次的演出，今晚他充满期待。晚上6点，观众开始入场。按照日本人的习惯，许多前来捧场的观众都带来了鲜花和礼物送给自己喜欢的演员。凤景的舞迷更是远道赶来，每次凤景的大型演出对他们而言都是一年中重要的节日。今日のひょっとこなどは異文化なのに理解力が素晴らしいと思って感激しました。ますます立派な舞台を続け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頑張ってください。大変楽しいひょっとこ見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て、これからもずっとこう私たちを楽しませてください。頑張ってください。だからまだまだ若いですから。40は働き盛りです。だから頑張ってほしいです。でも前にダメだ。演出马上就要开始，而凤景却在赶往医院的路上。他的腿在之前的彩排中又受伤了。当时的那一个洞，我兜里头皮包，从那降不动。
ここは、うん、この本、中、中、中で痛くなって、うん、こっちは？こっちは大丈夫、こっち痛い。ここ痛い、うん、こっちは大丈夫。真ん中の方、中に。真ん中の方がいい、ね、うん。あと両方、こっちとこっち。うんね、これは筋離れだ、うん、肉離れだ。だから、これから本番、6時半開演。なんまた踊らないで、今やってたから、どうしても痛み、うん、止まらないわ。いや医者の目から見ればちょっと無理だなということだね。とりあえずの、とりあえず本番やらないといけないから。あ、痛み止めは打てんけど、うん、それでやったらこれがもっと悪くなる。悪くなる。でもあと本番待ってから治療する。今とりあえず本番戻らないといけないで、とりあえず痛みはもう注射打つ。そうですね、お庭痛い。あ、これ、うん、こっちじゃなくてこっち。何時なくなっちゃうんですか。小林さん、小林さんもこの年になった陳さんみたいに通りますか。こんなに彼みたいにタフじゃないから僕は踊れないかもしれません。何歳だったんですか。テーピングはやる前に、僕今24なんですけど、行くまでに、あの、舞台だけ巻いてって、やる寸前テーピングしてる。そうなんですよ、30ぐらいですかね。彼は強すぎる。中国人は筋肉が強いから。硬い。でも本番、もう取りかければ取って。こっから巻いて、足首がこう動かないように、こういうね、面の舞台ね。Thank you.
坐，站得稳吗？站不住，但是我想可以，没问题吧？尽量的临场发挥吧，能做就做，做不了再临场发挥。现在起不了作用，临场发挥只能临场发挥，能做的动作做，做不了的话马上变别的，来得及，现在想不出来，到床上就出来了，到床上才想起来。如果比演出的话，腿不疼的时候，那擦的太大了，使不上劲儿。到最后那三个钻得是没钻好，但是以尽量的能以观众看不出来为主。蒙古族女孩齐布尔汗是一名专业鼓手，从中学时期开始学鼓，来日本前在国内已经小有名气。舞台上的女鼓手总让人觉得不敢接近，而生活中的齐布尔汗却是个腼腆单纯的人。三年前来到东京，他租了一间小房子，一个人过着简单的生活。你这鼓是专门拿来练的？就是练习鼓，就是那个哑鼓，没有声音的，就是声音很小，不像真鼓呢，要不然你放在家里头这个很吵邻居的。但每天都要练一练。几乎是稍微练一练。靠手生啊。对，要不然的话手就是僵了，就偶尔也是就这样。
在国内是感觉很，就是属于挺享福那样的生活，那种生活方式，在这儿就彻底就开始受苦，觉得受苦来了。嗯，每天好像就是很困，就想睡觉。就是，怎么受苦呢？哎呀，就是，他这什么都很难，比如说上个学校吧，路程就很远，一开始还不会找路，每次去学校要两个小时，回来两个小时，那么四个小时在路上。哎呀，那时间过的，而且还熬人，这是一个学校的路上就这么长时间，然后呢，去完学校接着打工，打工打到晚上，打工也是你必须态度好嘛，跟人日本人不是服务态度特别好，你不行还不行，我们那个店长老说你哎呀我哎呀，就是你必须拿笑脸来那啥，笑一定要笑，哎呀我就老忘着，不习惯他就是，后来就这些也很累的，到最后下班啊，总算歇口气，还要再挤电车，挤的有时候没有座位要站着，我还坐在那个电车里吧，一站我就头晕恶心的，啊，人特多，一个挨一个的挤的都那样，头晕恶心，整个出汗都，就所以说回来以后就是很累，然后再回来就洗洗涮涮什么的，就到半夜了，哎呀，就很累。我还总想，哎呀，什么时候回去？回去就轻松了，回去大睡几天。在这儿好像老是困得不行，那么紧张，总搞得特别紧张。你出来后悔吗？头一年多以后还后悔，觉得我因为找不到自己想干的东西，急得不行，就出来干什么来了？就这样。现在跟他们能接触上了，能有活动的话，就觉得啊，出来是对的。现在越那个什么的话，就越呆的话，觉得还是值得出来的。不管是怎么吧，这么这一段时间，就是将来我回去也好，或者成与不成也好，算是我这个怎么说，人生的一个收获吧，这个。一种经历，哎，一种经历，一种收获吧，所以收获也没有什么后悔，不后悔。和许多中国的流行乐手一样，来日本前，齐博尔汗并不欣赏这里的音乐风格。然而，真正接触到日本的音乐圈之后，日本乐手认真细致的音乐态度和精湛的演奏技巧开始让他刮目相看。现在齐博尔汗正和一位日本的知名鼓手学鼓，心甘情愿从最基本的手法学起。歌を歌う時って必ず吸ってから歌うでしょ。ドラムも同じ。あれは叩く前に、そうすると音楽が生きてくる。自分は全然息してない。日本でもかなりもう今音楽でやっていきたいっていう若者は。すごくたくさんいるし、まあ多分世界中にたくさんい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も、その中で、まあ中国、内モンゴルから日本にはるばるやってきて、音楽の勉強をしていくっていうのはものすごい、気合とか、度胸とか、勇気っていうものが必要だと思うんですよね。一个小时多少钱？租金？
一个小时因为是会员嘛，就500块钱一个小时。500块钱。那每一次再加给老师费用，学一堂课你要交多少钱？加上你看，算一般是我自己先来练一个小时，加上老师教2个小时，然后加上这个一共是，6000-7000块钱。上一堂课7000块钱。你接下来要去做什么？我一会儿要去打工。你打工一个小时多少钱？打工一个小时900块钱。一天打工的时间上一堂课。差不多。我一个星期上一次课。在乐队的聚会中，齐布尔汗的歌声吸引了音乐公司的老板。他认为齐布尔汗来自草原的清亮嗓音和女鼓手的身份很有卖点，于是决定对他进行包装，开始从一名乐手到歌手的转变。这对齐布尔汗来说，要算是来日本最意外的收获。元々その日本のマーケットで音楽マーケットで成功するには日本人である必要性もない。ただ日本語がやっぱり喋れない。まずいい点はその声の持ってる独特のトーンが日本人にはなかなかない、伸びやかなトーンを持ってるんですね。こういう声質がやっぱり結構魅力的。公司的安排下，齐布尔汗先从演唱和改编日本歌曲开始。他已经自己填词改编了一首冲绳歌曲，希望以此敲开日本歌坛的大门。齐布尔汗将在元素的小音乐厅举行他的首次现场演唱，这对任何一名新歌手都是机会和考验。不管结果如何，齐布尔汗说他希望能继续走下去，在日本为音乐。
ありがとうってつぶやいた。いつもいつも胸の中励ましてくれる人よ。晴れ渡る日も雨の日も浮かぶあの笑顔を思い出探して蘇る日はなだそうそう。一番星に祈る、それが私の癖になり、ゆくれに見上げる空。叱咤风云的乒坛国手掩不住一段伤心往事。我觉得我女单冠军是理所当然的，那恰恰相反了，就那一场球被让。当公平被任意摆布，胜负变得虚伪和苍白。如果说我把我的想法谈出来，你能改变你的决定吗？乒乓球带来恨与爱，一段真挚的跨国恋情在挥手间浮出水面。然后我就做出决定，我说那好吧，我说我跟你去大使馆。转战商场另取辉煌，他的世界再度精彩。如果再给我一个机会，我一定要就说去争取。见焦志敏，我们很难把他和十几年前叱咤乒坛的世界冠军联系到一起。相对于身后的荣誉和辉煌，他显得太年轻。嫁给韩国乒坛名将安宰亨后，焦志敏一直定居汉城。近两年，由于生意上的业务繁忙，他才开始了空中飞人的生活。本来焦志敏正在北京开会，为了我们的采访才特意赶回汉城。他说，虽然自己经常在韩国的媒体出现，但是能接受来自中国的传媒邀请，更让他感到兴奋和骄傲。
我一般的就会去的话，就一个多星期这样的，一个多星期，有的最多两个星期，我就会回家看一看。完了这边又开个会，然后呢再看看孩子，看看他们在家什么样，日子过的，没有我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不放心是吧？嗯，还是有点想家，然后孩子也担心嘛，然后他也是因为这个韩国的男人不像中国的男人那么会自立，他们自立的能力都比较差，自立。15年前挂牌退役，焦志敏从此淡出了国人的视线，但在韩国她和丈夫安宰亨却依然是家喻户晓的名人。他们的乒乓球，他们的爱情故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热切地关注着。正是中国乒乓球的又一段黄金岁月，曹艳华、佟琳、何志丽、焦志敏等一批国手统领世界女子乒坛。这时候坐在这个观众席上的中国使馆的啦啦队在使劲地为中国乒乓球队运动员加油，再得一分，21-13，这样焦志敏以2-1。你看这打的，身材高挑、样貌清秀的焦志敏在球场上成绩骄人，一头长发在当时几乎清一色短发的中国女球员中显得飘逸出众。由于相貌很像韩国姑娘，焦志敏成了当时韩国男队队员们倾慕的对象，个性内向的安宰亨是其中最痴情的一个。安宰亨的中文讲得很好，据说这也是以爱情为动力的结果。看是喜欢关心他中国队的那个乒乓球，就他们那就很优秀那特别的，关心这一点，然后他们那些队里面还是最漂亮的一个女的，就关心这一点，然后就开始交流啊，知道多一些。我呢第一次出来比赛，我打比赛的时候他们的队员就四五个，一参加比赛就四五个，全围着我看，都是男队员，就是很关心我。我觉得他们哎呦对我都有特殊的那种好感，然后我就开始注意他们队哦，哪一个呢，好像这里面最好的就是他，最好他开始就这么接触的时间就是简单的英语就问候，然后就是就开始写，其他的人不怎么会写汉字，他能写，所以说我那时间跟他用汉字也沟通，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去哪里不都是有队里面有翻译吗，翻译也给我们讲，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秘密东西，就这样跟他们这样聊，后来就发现他就感觉这个人很诚实，这是第一给我的感觉，就很诚实。但是他说诚实吧也不太诚实，最大的一点最骗我，一直到骗了结婚我才知道。你自己说吧，说吧，没事，你说吧，你说你清楚，你说的更好。然后我们对，因为人和人之间最先见面的时候了解的时候就说你多大呀，你生日啊都这样去问嘛。然后呢他我问我怎么聊起来了我忘记了，然后就聊起谁谁谁，自己都报自己的年龄多大，然后他那个时间就心里面就有一点好感嘛对我，然后他就问我你多大呀，问我，我也就是想也没想我就跟他说我多大多大，
然后我当时就说六三年的嘛，我出生年月日嘛，那时候就说我六三年的啊、哦。我说你多大呀？他一听说我六三年啊、哦，我六二年的。然后我一听六二年的哦，这个是很正常。如果那时候后来就在想要谈恋爱的话，也要考虑年龄嘛，就那个年代就很传统，就要考虑年龄，也不知道。后来一直到了结了婚的时候，看那个他们就是那种登记嘛，结婚登记的时候，我看他的年龄呀，你多大呀？你怎么说你六二年？这上面怎么写六五年的？他那时候才跟我说，后来就这个事情一后来问他为什么他有他的想法，那个时候他就有想法了，所以他就说比我大。那个时候是不是担心如果说比他小，他会不接受你？嗯，一个是有一点吧，有一点，嗯，就是我比他年龄小的，肯定他想的不是男的，就是想的弟弟一样。嗯，对，我想骗他。我说我也不知道。不知道还有什么骗我的。年龄判。焦志敏和安宰亨共坠爱河的消息传出后轰动韩国，那也正是韩国乒乓球最风光的年代，人们对于自己国家的球星和一名中国冠军的恋情充满期待。媒体一传出我们两个就是说好以后谈恋爱以后，压力很大，我的压力很大，但是表现的方式不一样。他那个时间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一见到我的时候他总分散精力，特别明显。所以那时候开玩笑说，那个当时我们男队的主教练是徐少发，徐少发就讲，如果我们中国队和韩国，当时我们叫南韩嘛，就是跟韩国队争冠亚军的时候，一定要把焦尔敏坐在中国队男队的拉到旁边给中国队加油，安宰亨就不会打。他的特长他是打双打，打得很好，双打很好，所以他跟梁英子那队双打，都觉得是很有希望拿世界冠军的一队。但是他的运气很不好，他总遇到我，遇到我他就输，没办法，不集中，打球的时候不集中，总看人。你都不知道那个时间呢，尤其是韩国的记者都不能理解的，就是说你的行动，哎呦，就是跟着你啊，一个眼神他都会长距离的给你拍。当时给我的压力特别大，后来没办法采访我的时候，我就说，我说我们俩不好了，实际上也没好，我就说不好了，我没有想过我们俩的什么什么关系，就这样。完了，那比赛打得很好，拿了冠军了，拿了冠军以后也放开了。哎，我就想，哎呀，那个时间。心里面还惦记他，心里面还惦记，然后还不敢去说话。其实每次登出来的时候，他心里也在怀疑，哎，是不是他不跟我好了？其实他登出来的时候，他在韩国登出来，我们俩不好的时候，我也在怀疑，哎，是他是不是变心了？两个人就这样，就有这种心里面想法。89年，焦志敏离开国家队，两人的爱情在5年的起起伏伏后，终于看到了曙光。由于当时中韩尚未建交。注册结婚只能在第三国进行，安宰亨得到了韩国政府特批的3天假期，带着礼服来到瑞典求婚。哎呀，那个时间就像赌博一样，我走还是不走，我就很害怕，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全国人们都愿意我们俩结婚，这种心情啊，就是他们就是支持我们俩好，嗯。我也其实那3天我眼泪没少流，当每次跟我们家打完电话的时间，我就会流泪，就是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样决定，然后也会流泪，然后跟那个我教练打完电话的时间也会流泪，就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候就害怕。然后呢，他看到我哭，他就这样，我现在想想还，然后他看到我哭，他觉得你怎么办呢？他就这样说。我后来我就把我的情况跟他说，我说我真的是觉得很担心，我觉得我这么决定是不是太草率了？这样，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说，这样吧，你自己决定吧，你别管我们韩国有什么样的，你自己决定。你觉得你还是觉得再跟我要再了解的话，以后再说，没问题，反正我们都不说了，你就自己决定。就这样，他说了这个话以后，我倒觉得，这个人更是我信赖的这样的人。然后我就做出决定，我说那好吧，我说我跟你去大使馆。
在瑞典注册结婚后，焦志敏和安宰亨飞抵汉城，等待他们的是盛大的欢迎队伍，体育部长官亲自迎接，昔日的对手韩国乒坛精英更是倾巢而出，欢迎这位鼎鼎大名的中国媳妇。到汉城来，咱们特别高兴，而且心情特别激动。那么，在这里呢，刚刚学到这一朝文，那么我想现在说，武力得力，可乐力，可乐力，可乐力，三万两，五十四，唐三大。应民众的要求，韩国体育部为两人在汉城奥林匹克公园举行了三天公开而隆重的传统婚礼，一时间汉城万人空巷。当时曾有人开玩笑说，不知道焦志敏和安宰亨的人一定是刚从北韩来的间谍。今天是儿子炳坤高尔夫球比赛的日子，一早焦志敏全家出动陪孩子出战。别忘了带东西，球呢？球都带了吗？这什么？国旗，韩国国旗。你让爸爸在球上给你画的？不是，爸爸给我画的。没有啊，昨天我听你说爸爸说画什么。没有，爸爸给我画的。不好意思，每次每个比赛的球爸爸都给你画吗？对，一直都这样。爸爸给我画的。那爸爸在上面画了图案之后，你觉得是不是好用一些？好用。真的。我那个孩子啊，他昨天他突然间他问我什么，他说爸爸妈妈你们两个怎么结婚的，你们两个那么远，一个中国一个韩国，你们两个怎么好的，怎么见面呢？他们都说你们两个很有名，你们两个怎么有名吗？你给我讲讲，给我看看录像。对啊，我说妈妈都给你留着呢，以后这些所有的录像啊，妈妈辉煌的时候，爸爸那个是我们两个都有名的时间的录像都给你看一看，都给你留着呢。哎，炳勋，爸爸妈妈有没有让你打过乒乓球啊？有，我打过。不喜欢。为什么？没意思。没意思。你觉得炳坤是焦志敏和安宰亨唯一的孩子，从小喜欢高尔夫球，现在已经是韩国很有实力的少年选手。每次观看儿子比赛，这两名曾经风光无限的体育明星马上变成了一对最平凡的父母。他这种状况，这么差的状态，行了。你这么主要是你我儿子，妈妈一看就那个什么哈，妈怎么看你打球比妈自己打乒乓球还紧张呢？为什么你说？希望儿子打得好啊。当年在顶峰时期选择退役，十几年来焦志敏一直刻意远离乒坛。同期名将何智力因为世乒赛的让球风波几度成为新闻焦点，而同样因为让球失去了奥运会冠军的焦志敏却选择了沉默。在儿子比赛的球场内，焦志敏答应接受我们的采访，这是他第一次在中国电视上细数当年。1988年，乒乓球第一次被列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当时女单世界排名第一的焦志敏被认为最具夺冠实力，然而在争夺决赛权的比赛前，她却被通知要让球给另一名中国队员。
让我让的原因是我的另外一条线有一个捷克的选手，那当时那个选手呢，上来以后呢，觉得可能我对他，可能威胁不是很大，因为当时我的前，我的前一身是陈静要跟他先打，那陈静呢是打法是跟我几乎是类似的，当时就想可能陈静过不了他的关的话，那么我再跟他打的话，恐怕就觉得我。同样的，人家就不会害怕我们。第二天决赛的时候，我快打之前，当时那是徐英生，是我们那个国家体委的那个副主任嘛，也是主管乒乓球，然后他就找我谈，包括徐英生、袁伟民、李富荣三个人，当时就跟我谈说的，我们领导就是考虑慎重的考虑，觉得还是应该让你来让。哎呦，我当时虽然心里有这种准备，可是真的是这种。说找你谈的时间真的是这种现实当中真的来的时间，就觉得一下子就接受不了啊，我当时就是那个眼泪就想控制，后来呢，但是我觉得那个时间我好像是控，就是那种坚强劲儿来了，就控制住了。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当时徐医生问我说，我们做出这样的决定，因为我希望你能够从大局考虑，你有什么样想法可以跟我谈，这样哈，跟我们说一说，这样憋得心里难受吗？那当时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这种勇气，我的记忆当中我就说，如果说我把我的想法谈出来，你能改变你的决定吗？如果你要能改变，那我就想我谈，如果你改变不了，我谈也没有任何意义。张起灵这个时间一直在抽烟呢，在他自己的那个准备的那个宿舍一直这样，后来我就去找他了。我一见到他，因为他是我多年的教练，我觉得我忍不住，我就一直哭啊。我一见到他，我说我知道了这个决定。然后张起灵就说，你知道了，说你要怪你就怪我吧，你教练没有本事，没有能力。然后我一看他，我本来我想去的时候，我埋怨他，为什么你教练不为我去说，不为我去扛，一定要让我不让我去让拿下这个冠军呢？我当时就这么想。然后呢，他一这么说以后，我当时心里面我就觉得，既然教练都是这样说了，我就很痛的感觉心里面，我马上就说，我说不管怎么样，我说张导，我说我感激你，你培养了我。我说我能理解你这种心情。后来他就给我递毛巾，我就哭嘛，一直哭就说不出话了，我一直哭。后来他就重复来重复去，就说你要怪你就怪我。其实我不怪他。如果说到这儿的话，张导，你要看的这个电视的话，你千万别生气啊。实际上，我觉得，我多少心里面还是有一点生气你。千万别生气啊！实际上，我觉得我还是，有一点这样。我觉得，对我来讲，人生很大的，比如说世界冠军团体赛我也拿了，亚洲亚运会冠军我也拿，都拿了这些冠军。我特别想拿这奥运会的冠军，因为历史的记载嘛，历史的记录。但是我没拿。当时那个晚上你怎么过的？哎呀，那个晚上。我觉得就一直这样哭的这样过来，所以乒乓球呢给我带来了很多的辉煌，带来了这种名声，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也留下了很多的遗憾。如果说当时我奥运会冠军拿了，可能我就更完美了，我的人生，我是这么想。不过呢，有的时候也想，哎呀，留下点遗憾也好。这些遗憾呢，都用我后半生，我的家庭，我另外一个事业来弥补。我是这么想的，所以有的时候你想通了，去想去吧。就是你想不通，你也得去想通；想通，你也得想通。就是自己想开一点。哦，波迪，安炳欢，看你的表情好像。好像不是很好吧，前面打的。我当时对杰克这个人都在关注这一场球，你到底能不能赢，能不能证实你让球是对还是错。如果说我输的话，说明我让是对的，我决赛就根本赢不了他。但是我要是赢的话，我就证实我有这个本事拿冠军，你不让我拿这个冠军，我当时就这么想。所以我跟他这场球的时候，我3-0，我就想，我当时脑子里面就是
就想我要赢他，我不知道什么战术赢他的，但是我就是想要，我一定要赢下来这场球，所以3-0我就把他赢下来了。我印象特别深，当我就做那个打完一局下来的时候，张先林给我做指导的时候，他说些什么我什么都听不见，我就是一根筋就想要赢这个人，结果3-0赢了以后我没有办法控制，然后很多的记者也就拍照什么的，我就一直哭得很就是很伤心的时候，然后到了那个卫生间，到了卫生间以后，卫生间都不是有打扫卫生的一些服务员吗？他们看我哭，他们都抱着我哭啊，就觉得他们都看出来啊，他们不知道是看出来我的委屈啊，还是为我赢球高兴啊，反正我哭他们就跟着哭，就这样的感觉当时，所以我觉得我赢下来了，证实了我的能力，我可以。我还是相信我自己，还是虽然我没拿到冠军，但是我还是奥运会的冠军。我自己这样给我自己这样想，也这样去肯定。当我们这个专机回到北京的时间，一降落的时间，机口一打开的时间，那徐医生还有一些领导就让我到前面去，就是属于无名英雄嘛，到前面去先走，领导先接见这样。我那时候就心里面很生气，你越是让我这样，我又不想往前走。现在想想，就是也觉得他们很虚伪，是吧？觉得你已经让我让了。我不是冠军，可是你把我还认为冠军的这种接待我，你干嘛你还跟我那么来虚的呢？我就不想听他们的，所以让我到头等舱坐我也没坐，跟我谈我也不谈，然后下了飞机让我走的第一个我也不走，我就长到后面。但是我很感动的就是当时荣国团，我下来以后荣国团就拿了一个花环，然后呢小娇嘛戴到我的那个脖子上，就说祖国人民感谢你，人民不会忘记你。没事。为什么 OB 了？하늘에서 OB 3개나왔어。啊？하늘에서 OB 3개나왔어。我看，帮我看一下。在国际上，打假球一般被认为剥夺了运动员的基本权利，有悖于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去年大陆有篇报道却引用某位中国体育官员的话，称赞焦志敏当年让球是发扬了集体主义精神，似乎要立他为顾全大局的楷模。对此焦志敏不以为然。交替一个洞，一个洞也是7-5，一个洞3-5。我的亲哥，我一定要过去。如果再给我一个机会，我一定要就是说去争取，我一定要跟他们辩论的一个输赢。那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选择让吗？我不会，我相信我不会选择，但是我会去跟他说服他，我为什么我不去让？如果不是那场让球的话，我不会那么，我还可以再打2-3年的。其实你的退役跟那个也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我觉得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当时真的是我这个乒乓球啊，是我在我最成熟、最可以说最巅峰的时间、最顶峰的时间，我觉得真的是一般的来讲。那个时间特别是跟我类似这样打法都比我小一号，都没有办法跟我打。我觉得如果说那次奥运会拿了的话，我可能还会再打一年或者是两年，所以我觉得我可以这么说，我乒乓球没打够。我当时退役的时候我没想过，我参加奥运会的时候我包括我让完球回来以后，我都没想过我要挂拍的。那其实你之后一直坚持不再从事乒乓跟乒乓球相关的工作，跟当时的那个伤害是不是也很有关系？
说句心里话，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关系，可能这种心呢有一点伤了以后啊，我不想再去再去触动他这种，你不能说是伤口，但至少我想我不想触动我这种心的这种感觉，我就想提是两回事，但是我不想直接去接触面对他。所以当时我来的时候，韩国乒协也邀请我，当然就说这个薪水也不能说嘛，乒乓球的薪水是有限的，但是也比一般的人多。那如果说我想我去平稳的生活的话，我也可以这样，但是我不想再触动我这个整个这种感受，再重新拿起来，再去为。带着什么样的队员拿冠军，再是我去打个另一个拍，再跟全金和打一个混双的冠军，我觉得对我来讲没有意义了。焦志敏开始涉足商场，在韩国展开全新的事业。十年的磨砺，她已完全摆脱当初运动员的稚嫩，一派商界职业女性的风范。目前，焦志敏是一间信息服务公司的老板，正计划将韩国的手机增值服务引进到中国。송수신 안테나 이렇게 송신 수신의 안테나 이렇게 나가 RF 비트 향기 세계 최초로 개발된 거니까. 这是在世界上我们是第一家研发出来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准备现在正在做的当中，也给中国移动和联通也可以用上。然后现在就是更重要的是，订了舞台，KDDI 日本的运营商，最大的运营商，他们来订购了舞台。那准备下一步，下一步现在韩国的 SK 那个 Telecom 他们也在用 SK 电讯，那么准备下一步准备进中国。我所学的东西，包括过去打球嘛，跟这个差距很大嘛，特别是那个这李社长他。几乎都是这种技术的一个专业人士，所以他学说这些东西呢，我概念上的东西懂，但是你让我去很多技术东西懂，我很难懂。但是我觉得他这种高科技的东西，今后世界发展的方向，我想可能会有一定的市场，所以要不然他不会去花这么多的精力。그러나일반인들의생각은그뭐야운동선수출신이니까운동은잘하지만은이비즈니스는잘모를거다이렇게생각할수가있는데나는생각을역으로했어요무슨얘기냐면은자우재민은중국을잘알고또한국에와서13년이나살았으니까한국도잘알고그다음에세계적인선수였기때문에역시머리는좋을거다그래서역시같이얘기를몇번만나서나눠보고하니까비즈니스적인감각도아주운동에못지않게뛰어나더라그래서우리같이한번이한국과중국을오가면서비즈니스를같이하면은서로좋은일이될수있겠다해서그렇게인연을맺게됐고또앞으로도좋은일이많이있을거예요우리계속같이사업을할겁니다我们乒乓球队的人，过去打球的人在一起接触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经常说：“哎，我们乒乓队你做的最好，最成功。”但是我也是这个问题，我有的时候也在问我自己：我怎么样的去成功了？怎么样的比你们都好了？这个我觉得我到目前为止我还不算是成功的，我只是换了个行业去做，我是尝试的，我去努力去，是这样的感觉。但是别人在做生意的时候怎么看待我？可能在没有进入角色的时候，哦。
过去打乒乓球的焦志敏啊来找你们了，像有的时候现在就是这样，哎，这个公司是谁？焦志敏的公司，全天通啊，哎，你可以跟他谈一谈。这个时间大家是带着我是运动员的这种想法来接触我，但进入角色以后谈起来的时候，可能就会忘了过去是打乒乓球的，可能就是真的是对这件事情来谈。那你以后呢，还打算有什么样的选择？我以后还会继续做下去。就在这个行业当中还会做下去，可能会遇到很多的艰难困难，但是我想在这个当中我不断的去学，不断的去克服它，我还会去做下去。在哪里放我不知道啊，你那个知道呀。知道在这儿。哦，都在这里面哈。先在这儿。我看。那天我找那个结婚。初到韩国，焦志敏受韩国国家电视台的邀请，出演了一部长篇情景剧，饰演一名性格倔强的中国媳妇。这个是哪个？虽说是第一次出电，却也颇受好评。你那时候觉得他的演技怎么样？我看的时候有点不好意思，可不能看他的眼睛。为什么觉得不舒服？不舒服。看他演别人的媳妇不舒服。不是，他电视上，可能我们一家人看电视出来，太熟了，演技有害怕，演的不好。对，别人说怎么这样，说他不好，有可能这样想法，还只能不自然的，我看。哎呀，多少年都不看这个了，完美。你拍的那个片头。最开始要开始的电视剧呢，这个是最是开始的冬天啊。桌子。这个是演那个我老公那个。多的对话，所以都是很短很短的。그렇지만급합니다서둘러야해요。80和90年代，为数众多的中国大陆运动员出国寻求发展，最突出的是一批乒乓球国手们。出国后形成了实力强大的海外兵团，代表各自所在国家与昔日的队友在赛场上激烈竞争。而像焦志敏这样在出国后选择彻底放弃的并不多见。来，我那个小姑子吧。现在看看都不好意思啊。曾经的刻骨之痛促使退役后的焦志敏一直远离乒乓球，尽管如此，小球还是给他带来了困扰。安宰亨现在是汉城体育大学的乒乓球教授，曾经两次被聘为韩国国家男队的主教练。正因如此，就曾有大陆报纸指责焦志敏是韩国队的间谍，被安宰亨披露中国国家队的情报。那前段时间有一篇报道啊，说你做国家队教练，然后又把焦志敏说成是间谍，你听到过吧？这种说法，那你是怎么讲？这个事儿啊，这个怎么回事啊？有一个报纸就是问我，你们俩互相之间谈不谈这乒乓球事情？刚才你问的那样的，现在互相聊什么呢？就是我说乒乓球经常交流啊，有些事情，我的经验上就跟他说了，他的经验就跟我说，聊这样的事情已经这样的事情跟记者说了，记者就自己反映啊，交流成中国人，中国的那些那个乒乓球有关的那种情报啊，告诉我怎么做。就这么了解了，然后就登了这报纸，就是他的就从中国的资料什么中国的材料中国的什么那些那个情况都告诉我，是这样的情况，登了以后中国反应可能他的检点了。你当时看到报道之后什么样的反应？可能这么我自己了解了，就是他们可能误解了这个情况。我们自己觉得就
不是这种情况吗？所以说好笑。这里是汉城奥林匹克公园，也是当年焦志敏和安宰亨举行婚礼的地方。对焦志敏来说，乒乓球曾经带来的欢乐和痛苦都已经不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找到了一个地方，韩国汉城，他的避风港，他的幸运地。这样吧，对，对，就这样吧。太一本正经了，来，行。太热。我们俩就是我这么说缘分，就是上帝安排的缘分，这不是我选择的，已经上帝都安排就我们俩结婚。所以到今天了，辉煌的时间真的是一般的人是不能感受的，当然就是冠军这个位置是能感受的啊。那就是说那种辉煌，那种兴奋呢，让你睡不好觉，一个晚上一个晚上的兴奋，特别是你拿冠军的时候，好像世界都围着你转，是这样的感觉。那么当这个都过去以后，我认为就是一个人的生活，特别是女人，你要的就是应该平平静静的，开开心心的，没有什么让你去苦恼的这样生活，我认为对我来讲，我觉得是就足够了。